到旁边。
星二日星期日啊，这下好的时间啊，大家呢啊，寒来无事，会当做伙来观赏咱台湾庙会啊，这个精精彩演出，咱台湾庙会个精精彩演出，很出奇啊，咱的这个台北西啊，已经全部关了闭路，哦，已经拢甲啉了咯。高冠秘鲁已经给淋了了，哦，咱陈主席来看这个狮，哎，呈现什么款的这个模样演出？哎呦，已经有的在吐泡沫了。来来来，让个光，让个光。说他们的演出非常的卖力，非常的认真哦。谢谢。来一支。来，我们旁边看观众人，观众朋友注意安全。咱的台北西啊，啊，这个演出呢非常的用心，啊，搁在咱安大之乡呢，啊，才出来采亲来邀亲，啊，会当讲啊，非常的用心，非常用心。来，我们一个主持人，那个嘉庆哥，嘉庆哥上来，来，请我们的执事嘉庆哥上来，他咬凤梨哦，啊，象征一个好彩头，要送给你。谢谢哦，我们可以说呢，这个训练非常有素，非常专业。感恩，谢谢你，祝福大家旺旺来。谢谢。我们呢，这个在台北这个狮的表演当中呢，有所谓的咬亲跟采亲的演出内容。咬亲呢，他们会把咬这个白萝卜，或者是凤梨，或者是这个具有喜气的这个水果，来献给我们主家的人，来象征着这个吉祥、赐福、平安，由我们的神兽、我们的祥狮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吉祥来赐福。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有几只狮子开始在对了哦。我们执事我们的嘉庆哥，谢谢我们的狮子献这个苹果来祝福大家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尤其在我们这个疫情过后啊，可以说是大家都平安的度过这个天意的大劫再一次呢，祝福我们汐止区、我们附近的全体的观众朋友，以及我们全体的住户，还有我们汐止的里民，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Thank you.
表演了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尽心卖力。各位可以看到他已经醉了，这只狮子已经醉了，所以他有所谓的翻滚的画面的出现，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啊！这个表演啊，非常的用心。哎呦，好哦！结合这个运动，结合这个特技哦，还有翻滚啊，可以。醉了，醉了，醉了。尊盛会以及尊诚会，由我们的会长。